面对海外归来，具高度国际阅历的屋主林政伟设计师搬转老屋格局，透过大藏大柱的建筑美感，打造国际都会的精致感，为品味屋主营造精品休闲的格调住宅。跳脱旧有建筑体限制，设计师将原有的楼梯转向，创造流畅的平面空间，引导光线溢注，串联内在空间与外在基地的涵构关系。五米长的开放中岛成为生活的核心，将视觉延续至户外露台，运用德系厨具的利落线条与木皮温润的调性互相堆叠，创造简约却又不失生活感的餐厨空间，满足屋主对于生活的品味。将书房机能置于挑空区，重新定义了过道区域，运用穿透性介质界定主景与动线，成为麦肉丝领域的一个停留。两侧结合双面展示柜体、mini bar 的配置，兼具机能与美观。主卧铺成温润木质调，营造沉浸睡眠质感。进入洗浴空间，建筑独有二分之一圆作为洗浴空间的主角，搭配直铺的矿物漆面，创造不宣扬的神圣静谧感。林政伟设计师不断挑战创新工艺细节，透过独有的设计原则及建筑布局，塑造空间独特性，让居住者享有最理想的都会生活。